How are your Chinese listening skills? First, you'll see an image and hear a question. Next comes a short dialogue. Listen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answer correctly. We'll show you the answer at the end. 一个男人正在预约宾馆房间。他打算住哪间房？您好，这里是海滨酒店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你好，我想在9月22号入住一个晚上。好的，9月22号入住一晚，请问你几位？两位。您想要吸烟房还是禁烟房？禁烟的。那天只有一间禁烟房可以入住，是山景房，您看行吗？我比较想要海景房。很抱歉，那天只有一间空的海景房，但是它不禁烟。这样啊，那9月23号有空的禁烟海景房吗？有的。好，那就9月23号吧。他打算住哪间房？一个男人正在预约宾馆房间。他打算住哪间房？您好，这里是海滨酒店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你好，我想在9月22号入住一个晚上。好的，9月22号入住一晚，请问你几位？两位。您想要吸烟房还是禁烟房？禁烟的。那天只有一间禁烟房可以入住，是山景房，您看行吗？我比较想要海景房。很抱歉，那天只有一间空的海景房，但是它不禁烟。这样啊，那9月23号有空的禁烟海景房吗？有的。好，那就9月23号吧。Did you get it right? I hope you learned something from this quiz.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. See you next time.